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是车手漂移俱乐部第一季漂移体验营的活动现场。那么首先呢，感谢巨豆 HK 对于我们活动的大力的支持。我是主持人周阳，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在这里见面。那么呢，在我们今天的漂移体验营第一季的活动现场，首先要为各位朋友介绍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位呢，是在我左手边的小猪，有请。Hello， 大家好。而当然不是，对，不是台湾的那个小猪，是我们香港的专业赛车手小猪啊。今天非常荣幸小猪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漂移俱乐部 ，OK。好，第二位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朋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车迷代表阳光，有请。Hello，阳光。向各位朋友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启我们今天漂移俱乐部的漂移体验营第一季的活动了。那么，阳光今天是带领的许多朋友一起来到我们漂移俱乐部的现场的，对不对？是的。我看到这边其实都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是我们的车迷。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们需要这样，我们会分成两队，然后的话呢，每一队会有一个队长带领我们开启我们今天漂移俱乐部的全场的活动。那据我所知，阳光，你今天会是我们其中的一名队长，对吗？是的。是的，已经准备好了，对吧？准备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个队长。好，先认识一下我们的队长叫什么名字？ Vincent。这样啊 ，Vincent， 我们现在呢在活动现场的话呢，会组成两个组别。阳光，你们的成员都自我介绍一下。好，怎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老乔。老乔为什么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叫小乔，我觉得。哎、可是大家都这么叫了，感觉比较顺口啊。我还是喜欢叫你小乔。很容易记住我，老乔。好，那隔壁的第二位成员。大家好，我是 Travel。Travel。旅游。好 ，Travel，OK，、okay, 那这一队是我们阳光的所有的成员，你们的队的队名叫什么？动力队 ，OK， 确定吗？怎么那么不自信？动力队，然后两个，来一个好不好？来，来你们一起验一个，好，动力队的动力组啊，你们的口号是？动力，动力，动力，动力十足 ，OK， 好，动力十足的一个队员，好 ，OK， 那 Vincent， 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 Vincent， 然后你们组的成员分别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你来，我是苗苗，苗苗，好，一位美女苗苗 ，OK， 那第二位成员是？你好，我是 Ken， 啊 Ken， 右手边 Kiwi， 你们组合的名字叫什么？你们队员？豹子，豹子，豹子组合，豹子，豹子一定赢，来来，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是，来来，一二三。豹子一定赢、yeah! 好，我们今天漂移俱乐部的第一期的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表演赛当中，我们会有请呢我们的车手小猪来我们带来他的漂移的一个表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呢注视到我身后我们麻冲的漂移的赛车场，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有请小猪。好，掌声有请小猪。好， Hello, 小猪，大家好。那等一会儿呢，你是要为我们带来你的漂移表演，对不对？对对对对。OK， 那要不要先跟我们透露一下？其实许多观众朋友应该很好奇啊、哦，漂移它到底是一项怎么样的运动呢？漂移就是一个极限的赛车运动，就是很考这个车手的他的技术。很考车手的技术。对对对。好，据我所知呢，其实漂移一般我们是采用的，就车辆会一般分为后驱和前驱。啊、嗯、然后漂移的话呢，其实准确来说指的更多是后驱的车辆，对吗？对对对。漂移都是后驱的。都是后驱的。然后有涡轮就比较好。有涡轮会比较好。比较好。好的。那据我所知，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漂移的话呢，其实是指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重心发生转移。然后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是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表象就称之为漂移，对吗？对对对对。OK， 那我其实这里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来参加我们漂移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其实他们都对漂移很向往，但是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把它通过自己的驾驶表现出来。那你觉得如果我们要学习漂移的话，最主要的教学点是在哪几个点？那么简单的先说一下。哦，那。最主要就是控制那个油门嘛，控制油门，油门对、然后那个方向盘，方向盘，好，方向盘，那个要控制的很细腻，
很精确是吧？对，很正确，很正确。对，好，小周为我们分享了我们这个漂移其实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油门的控制，第二个是方向盘的控制。OK， 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小猪给我们带来漂移的表演，好吗？一起掌声送给小猪，好，辛苦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是车手漂移俱乐部第一季漂移体验营的活动现场。我们第一个游戏呢是叫做漂移取水，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车手老师驾驭着我们的赛车，然后每一队的成员呢会坐在副驾驶座上，会有两瓶矿泉水，一瓶是空的，一瓶是满的，然后呢我们要在漂移进行的过程中把满水的那个水瓶倒到空水的水瓶里，对，我们会标记好的。然后呢，每一队成员，每一个人有一次机会。完成了之后，三个人都完成之后，三个装满水的水瓶能装满多少的总成绩，来决定了这一队哪一队的水量比较多，哪一队就获胜。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问一下小猪吧，在这个环节开始前，有没有什么经验来做？做稳一点。好，坐稳一点。好，我们先来吧。好，杨哥，我们的 yes 动力队决定先行挑战。来，一起。这是我们的豹子组，我们可以看到豹子组以微弱的成绩领先了，第二个游戏环节。那这个游戏呢，也是在车上来进行的，是在我们的漂移苏醒，需要用仪器把我们车的速度苏醒出来。我们可以分别安排给两位成员，看看哪个成员是苏醒的最快。还好，小豹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的比赛的条件呢，是看哪一组的成员书写出来的我是车手的名字最工整，而且最整洁大方好看就获胜。我写三个字哦，到时候呢。我是车，好，镜头看一下，来，是写的很不错的。哎呦，这是什么？车手啊！我是车主。
这个字真的是太残忍了。我是车。这两组的成绩交给我们的裁判。来，一二三。通过我们场外的观众来评分，目前呢，打勾的最多的应该是我们的豹子队。OK， 恭喜豹子队取得第二轮游戏的比赛的获胜，非常棒，非常棒，恭喜你们！谢谢，谢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追走表演当中。首先呢，我们会有请到我们的车手小朱和另外一位车手老师。小朱叫你是师傅，你觉得你比小朱哪里更优秀？没有啊，我只是修车比他厉害而已。只是修车，就是修车师傅，修车师傅啊。那个没什么事，你去表演吧。好的，这样啊，开个玩笑，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的阿忠也好，还是小朱也好，其实都是专业的去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练习，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发挥的，对吧？好，那我们这里就话不多说了，很期待你给我们我们的嘉宾，还有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带来更精彩的追走表演，对不对？好，谢谢。活动现场。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第三轮的游戏呢也是非常的参与性和互动性非常高的。等会儿呢，每一队要派出两名成员来参与到我们第三轮的游戏。那么呢，我们的车手老师呢会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通过漂移把车辆停在指定的区域。那么两队，每一队有两位成员来分别，每一个成员有一次机会。那等会儿呢，我们会有自由教学的时间。我们的车手老师小朱，来，先有请来到现场。小朱站在我隔壁，来，小朱呢，等会儿的话呢，你会教一个简单的动作给我们两组的所有成员，是吧？对对对。这个动作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拉手刹甩尾。拉手刹，对，甩尾，甩尾。好，那这是一个基本功来的，一个基本功来的是吧？漂移的基本功。漂移的基本功 ，OK， 那我可以参加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我开玩笑。那等一会儿的话呢，那大概多长时间来，带领我们这两组成员来做一个简单的教学？每人五分钟就可以了。每人五分钟是吧？手踩一楼拉住，手踩一楼拉住，脚刹住一刹，哎，脚刹拉，踩稳，踩稳为止。好，这里是我是车手漂移俱乐部第一季漂移体验营的活动现场。我们第三轮的游戏呢，那么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车手小朱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了。那我想问一下小朱，
以你刚才在现场专业的眼光来说的话，我们哪一队的成员发挥的会比较好呢？思考一下。刚才是等等等动力组的，动力组的会比较好，是不是？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他可以做一个九十度的趴车停车，会比较标准还是？对对对，就他没有掉头嘛。就是他角度也够嘛，所以就其实他没有趴到正确的位置。就是说相比之下，对 对, 对，他的动作会比较标准一些。对对对，以你的眼光来说的话，是是，对。好，那既然照这样的话呢，我们越专业的车手小朱老师给到的评价是我们的动力组在这一轮游戏当中呢发挥的比较出色的，所以我们第三轮游戏的获胜的组别就是我们的动力组。好，掌声送给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三轮游戏的最终的得胜的队伍就是在我左手边的炮子队，掌声送给他们。耗子队的成员呢将会获得我们的赞助商深圳市凯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我们提供的依兰恩 3D 的一款面膜。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送上礼品。 OK， 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依兰恩的 3D 的琉璃面膜，功效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作为我们的特别赞助支持单位来赞助我们这款产品啊，送给我们获胜的参赛队伍，我们的豹子队的。谢谢，来由队长代为领取。谢谢三份，等会呢分给我们的所有组员。OK， 那今天呢我们的动力队也不要灰心，动力队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对吗？对的。好，那队长的话呢，我希望下一期在我们的舞台呢还能继续见到你们，参与到我们第二期第三期活动当中来，好不好？好，没问题。OK， 好，豹子队获胜的话有什么获胜感言要跟我们这么多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感谢你，谢谢我是车手，谢谢我是车手。还有呢？ 对, 对, 对，下次一定要过来，下次一定要过来，要一直参与。好，那太棒了。其实呢，这个舞台最主要呢是希望所有热爱漂移、热爱赛车运动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来找到他们喜欢的一个圈子、一个氛围，然后让大家呢了解更多关于漂移文化、关于赛车文化的各种知识。所以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我是车手漂移俱乐部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舞台的，对的。好，那这一期呢，我是车手漂移俱乐部第一届漂移体验营在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谢谢大家， yeah. 谢谢。